针对未来电子化经济、能源保证期、能量产量和产品生产的长期发展，将持续。
谢谢，再一次感谢舞者为大家带来的精彩演绎。那刚才的这段现代舞呢，也是以海信视像为创意的源头，展现海信电视为大家带来的无限世界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莅临2021年深圳电子展海信展区，非常开心，也非常荣幸能够和大家共同相聚于此。 在这一次海信展台，也为大家展出了海信最为前沿、最能够代表核心科技的电视新品，阵容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。那在我的正前方呢，为大家呈现的就是海信 ULED 8K 的电视矩阵；在我的右前方，为大家呈现的是 VR 的视听盛宴。那在我的右手边呢，我们为大家带来了海信激光电视以及海信手机的区域；在我的身后呢，也为大家呈现了海信电竞。 显示器，在我的后方呢，为大家呈现了我们的新型显示的体验区。在我们的新型显示体验区当中呢，有声道电视和独特的圆角电视，同时还有旋转的抖音电视及小青和欧洲杯电视。大家在稍后的时间呢，也可以仔细的进行赏阅。那稍后的时间，我也将作为海信展区的一个导游，带领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属于我们海信的各个产品的魅力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，也让我们共同跟随摩托的步伐，一起来体验一下海信手机的魅力。 海信作为国内阅读手机领航者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用户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。大家看到的海信 5G 阅读手机 A7 是海信最新款的阅读手机，同时也是全球首个 5G 制式的水墨屏手机。其最大的卖点在于创造性的将水墨屏与 5G 网络相结合，并在硬件及软件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升级，为消费者带来随时随地的护眼阅读体验。 作为海信阅读手机中的经典款的产品，我们稍后为您呈现的海信阅读手机 A5 Pro 系列也包含了两款机型：彩墨屏 CC 版和黑白经典版。前者采用了 5.84 英寸彩色水墨屏，突破原有电子水墨屏非黑即白的显示曲线，让屏幕同样具有了4096种丰富的色彩显示，视觉观感相比普通彩色屏幕更加柔和。
今天我们定义的摇一摇排位赛啊，摇一摇排位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抓紧时间拿起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，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即可进入到我们活动界面啊，即可进入到我们活动界面。今天想加入的我们的男生
不管你怎么抖，它就不抖。之前那个微电不是做这种吗？然后这种很棒的。短信二维码进场。